importa. ¡Hola, 吕不韦，你怎么才来？正儿遭人毒害，你知不知道？臣也是刚刚知晓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：正儿险些被人害死，此事如何处置？此事交由臣来查办，一定查出凶手。 公子，公子，哎，站着！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花点小钱没有进不来的门。公子，饿了吧？我给你带了好酒好肉啊！来，公子，快坐，先吃点东西啊。那你为何不多使一些钱把我弄出去啊？公子啊，大王下了严令，谁敢违抗啊？ 公子，嗯，公子啊，目下呢，小的觉得，还是把心爱的人娶到为要。目下也只能这个办法了。等我出去了，我就悄悄的跟他成亲。 但这段时间你要尽心照顾他。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尽心照料。郭开，哎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心腹，我日后定不会亏待你。开，为公子死而后已。<笑>瞧你那副死相，我也忘不了你的样子呀。 <笑>公子，来，你去替我做件大事。丞相，请吩咐。去齐国临淄，稷下学宫，将学宫的世子，无论何门何派，只要有才能，通通请到秦国。 花费是小事，关键是为秦国、为本相寻到大才。大才？稷下学宫祭酒是闻名天下的荀子大师，他精研帝王术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让荀子张口，为你引荐大才。明白。 天下统一前，对外交战，于内于民具有强国之效。若统一之后依旧如此，我担心权则必缺，极则必反。所以，我欲著一部大书，作为秦一统天下之正纲，以此书来教导后世君王治理天下。 唯其如此，大秦之天下安稳，千秋万代。我之愿也。嗯，你后日便动身。诺。这边是。 是啊，辛苦了。这倒是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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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倒是，
父王病重，我心里也很难受。此次成亲，我这是想给父王冲喜，希望父王早日康复。这样，我们共同举杯，也为大王冲喜。 好，上酒，冲喜，冲喜，来来来来，倒酒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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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姓李的，你给我记着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，我饶不了你。李斯，李斯，开门，你给我出来。请学工祭酒点题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今日首论大争之事，何为天道？在下以为，圣王以礼治国，统御万民，天下井然有序。尧舜禹汤察人性之善，以宽治民，故而圣王之道，是为天道也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如此天道自然，当无为而治。列国君王若能省科事，博富敛，无夺民实。